发生什么事了？杀人了！方仲宠妾被杀了。大人，您的伤怎么样？喂，是因为我受伤的。没什么，他是你引出来的，也不算是毫无作用。这个人，好话都不好好说。 又见面了，我们见过吗？怎么，贵人多忘事？一个月前，在我的婚礼上，你不是还来贺喜吗？抱歉，你若举止不那么蹊跷，我也不会记得你。大人，王爷们，你假扮乐师混进西岳。 酒宴之上，又涉及姜维引开。你先忙。你趁此机会，换上备用的新郎喜服，冒充我去了花楼，夜色掩护，你又善于易容模仿，竟无人察觉。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至少你的新娘以为，她生命中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她心爱的夫君。我杀了他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潘越，你看着我，潘越，潘越，他是故意激怒你的，你冷静一点。